丹青看起来气色袂歹，应该是复原了真好。妈，你哪会来病院？敢是胃够疼？啊，我是干那胃疼才会当来吗？安尼你敢是来看我的？啊，病院是公共场所，我敢一定就是来看你才会当来啊。嘛是啦，我对你来讲，只是泡出去的水，只是无遐个的涌入。即马咱两个人唯一的牵连，就是我欠你的教养费。讲到底，还是亲生的较重要。嘛无怪，我空嘴感染，我昏迷不醒的时阵，你拢无来看我。你讲啥？你空嘴感染，搁昏迷不醒？哦，你实在有够花痴心的呢！官官嘛唔甲我讲，空嘴感染嘛无甲我讲，你是偌艰苦、偌严重，拢唔好知影。啊，这个开方嘛死啦！搁安尼专工踮伫个病院甲你顾，还是顾伊倒位去？等下厝的嘛无讲，我来去找伊啦。啊，我安怎哦？无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妈，凯宏转去无甲你讲，伊定嘛是惊你烦恼尔。啊，凯宏明明知影讲你都还袂好完全，啊，哪会放你一个人伫遮啦？是啦，妈，凯宏只是惊我热着，去买一个凉的水就转来啊。所以妈。你敢袂当体谅我？我无甲你讲，我都只是惊你烦恼尔。啊，你是惊我烦恼，还是惊我甲你骂啊？不是啦，妈。你看，讲无几句尔，你的反应都这么大。我若是甲台系统甲你讲，你唔都搁较着急，搁较烦恼。搁再讲，凯宏伊专工甲伊的工课放下来照顾我，你竟然搁对伊生气？刷刷去啦！阿辉弟哦，你感染昏迷不醒，就准讲我去看你，你敢会知？啊，对你的空嘴复原完全拢无帮助嘛，我哪着浪费时间走一撮啊？所以对你来讲，我同款只是工具尔。那呢，我要观光的时阵，你奈都需要演技出。应该袂输，唔知你有暗感我同款，请问你是爱我相款？啊，我应该喊你啊骨力，你到最后嘛是完全无你甲我信到啊！即马才伫咧追究这个原因，敢毋是真好笑啊？我甲你讲无话啦。爸。安怎呢？啊，这个宋丽华，迄嘴内敢那倒啊哩啦，绝对是唔肯落软啦，无奈安尼。啊，像迄个丹青嘛真害呢，啊做人查某囝哦，啊都先落软，是减一块啊呢。哎爸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。丹青一直拢有将美华伊放伫心肝内，只要美华伊对伊加一点仔关心，伊就会感动到目屎流目屎滴。伊哪有可能无放落软啦？你嘛别让人讲话。你袂当因为甲美华伊咧交往，你就把所有的过错拢撒予丹青，安尼不公平啦！哎，歹势，做过一个哦、喔。丹青！阿姐，麦克，阿你完全无啦？丹青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，有惊着无？
阿多姐，阿你空嘴有安怎无啊？妈，你受伤啊？哎呦，夭寿哦！你把手当作手刹车呢？还破皮到呢？今日来看医生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我这哦，等去红药水抹抹就好啊啦。别那样啦，迄空嘴阿空，咱用专业的处理啦，行行行。妈，是嘞，害你伤心，我害你不顾家己的危险救我，我想干安尼，我。开刀，空嘴搁感染，你是在开啥啦？紧起来啊！妈，你若是唔甘我，无想要让我感觉亏欠，你就好好甲我讲煞好无？我真唔是唔，我知影你真是想要讲，你唔是唔甘我这款刀强的话，啊，不过我袂够你骗去啊！妈，你明明就就爱我的。就唔甘话，现在都是我承认。你莫阁搞我三鬼啊，好不？我今嘛人都徛伫遮，我哪有甲你三鬼嘞？紧起来啦！我不会，你让我跪着甲你忏悔，我甲你叫去，互你切心，我真正真不好。无在你互我读册读到遮尔悬，结果我拢唔知影爱去体谅你，都因为你讲激气的话，就无欢喜。时间一久，我就愈来愈感觉家己想家己对，我感觉你根本就无爱我，把我当作报仇的工具。所以不管我要做啥，甚至我要换歌。啊，是因为我外国感情，我都无想要甲你讲，因为我惊你会感觉我出烦的。妈是嘞，我唔对啊，我知影你一定足烦恼的，烦恼到袂食袂睏。我明明都这么爱你，我却做出这么折磨你的代志，我真正足不应该，我足不应该。这个嘴皮若是让你生不起，妈妈的心都会整个碎去。你若是真是真心地的忏悔，不应该去折磨妈妈的心。来，你就紧爬起来，听妈妈跟你讲一句话，好不？拢是我唔好啦，我是知影讲你甲子轩是契约的婚姻。通常都掠讲，骂你讲，怪你放利用去。后来我冷静下来，我才会晓想，那不是我当初，予你痴心甲，想要还我两千万做迄教养费，你哪着委屈家己，去接受这款假的婚姻，拢是我唔好啦。所以你官官去感染着，拢是我害你的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你无代志，若无，我可能无法度活落去啊。妈，这袂当怪你。
每一个查某人若是拄着这款代志，都无可能无怨恨，好好过日子。我真是足唔甘心的，你就是这么倔强，所有的痛苦拢家己吞。你若是会当较早把话拢跟我讲，我就会当替你负担吗？感谢谢，反正起码我已经把心肝内的话拢讲出来了。你感觉我可以原谅我？我这么的无知，我袂原谅你。若是你够惨，就较早赶快，什么话拢袂讲过，我都袂原谅你。我会改，妈妈会改。咱即摆重新开始啊，搁会好对无？咱还是有足侪时间来弥补咱母仔囝的感情对无？多谢你，妈妈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我心内吼，总算想通啊啦。别个他妈吼，生儿易嘴背，早呢就好啊嘛。有啥物代志都讲讲出来就好啊。啊，看恁母仔吼，会当化解误会，真替恁欢喜啦。总算无枉费哦，我凯宏一直咧替你收银啊呢。啊，所以原来你今仔日就是拼性命要叫我来陪你看泌尿科。所以凯宏一直要送我出去，也是因为安尼哦。啊无吼，恁母仔囝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啦，要当到啥物时阵当破冰啦？其实这夜灯啊，阿姨顶家就替你准备啦。只是你阿爸夫人，你空嘴就感染着啊。啊这边，你总算能让好好享受阿姨的心了。好哩，就好哩。爸，玫瑰营的调查有进展啊？什么进展啊？别放心，可能人产组的货拢无问题，有问题是精英的生产线。啊，恁爸早就知影啦，问题源头绝对在精英啦。咱哦来先讲清楚啦，呀。爸，对啦，啊恁母囝佫继续哦，花香秀母女情深啦，啊阮爸爷来处理代志。那子孙唔都爱承受所有压力啊！单亲敢会是伫关心恁家？哎，看你遐头毛乱糟糟，来，妈给你整理一下哈。哇，我的妈妈替我乱头毛。那叫你幸福啊！乖乖淋你的鱼仔汤啦！